疑似虚妄时装优化方案。怎么突然变成这样子了？这什么操作？啊，如果说实战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话，那是不是酷炫找屌炸天？我突然有个大胆的想法，为什么实战的时候不背着一个椅子去那个跟监管者对决呢？这才是三星姐，这才是虚妄杰作。交互的时候会发生什么？我感觉会消失吧。我看一下。啊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新款式？我操！哦，这椅子传到下面去了。本宫要睡觉了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操，有脏东西，我去，有脏东西啊！那这样子意思呢？哦，还能这样子啊！我闻到了补偿的味道。这才叫虚妄杰作好吧，其他的什么的都逊爆的。小熊蹲马桶，我操。哦，这才叫好火蚁，这才叫做虚妄杰作。这边如果坐上这个路，哦，还能这样玩。椅子在下面可以。这边我们看一下其他家具，首先就是战马椅子的话是被嵌进去了，然后是这个床，这叫什么床？这叫做人椅不离。那秋千荡起来呢？还能这么玩的吗？我操，玩得这么花的吗？可以。这才叫做虚妄杰作好吧。然后是这个战马，那如果做动作会怎么样子？做动作会不会消失？难不成还有第二把椅子？好像真的有两把椅子，哎，我操！